还热，受不了。God dang hot! What the hell？ 林北都买了，你再给我说又有一双鞋子。7-20 4-9
Hello. Hello. Nephew and Nastia.跟活力有什么差别？看不太懂。鉴定之书可以干嘛？太多了。东西太多了。
气太多了，我拿不动了。嗯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怎么感觉很大？加强咒符放在物品栏以获得其加成效果。加一最大伤害，我、哦、还可以放这个、哦，放在物品栏就可以了。这个特别。不会满足于控制活人，血压是我们在崔斯特姆对抗迪亚。杀死血压？哦，我以为，哦，他在哪里啊？奥妖。拿不动了。
还可以这样子哦，そうですか？那我该买个两本放这边就好了，剩下的我都不用太操心。三个洞，东西太多了。东西太多了。晚安。做不到。
晚安。护甲头盔，小心剑是吗？让我来看看前面有什么力量。
起来是没有录下去啊。鲜血荒地为什么跑回来鲜血荒地了？靠腰。小心，前面有，小心。感情误会了，走错边了啦，干。我昏倒了，我白爬白打刚刚。药水是走路更快，
太多。紫灵法师用的，这些石柱有某种魔法的用途。那位女伯爵曾经以上百名年轻处女的鲜血入，那位女伯爵曾经以上百名年轻处女的鲜血入狱，最后的下场是被人活埋。还得撑吧。
这边都没东西了。彻底迷路。里面有个洞窟，我没去过的样子。
放入可以放入有镶孔的物品。哦，这是法力。太多了，
东西太多了。爸，姐妹会欢迎你。
办不到。高兴见到你。要什么吗？靠，六万三，哦，有没考走啊？真的很赌博哎。看了我都小生怕怕。
拿不动了。 结束。 找不到那个高塔在哪里。 需要帮忙吗？ 穿过黑色荒地。 问题这边没有路可以到黑色荒地了。
靠腰，怎么这边又有一个洞穴？太多了。
东西太多了，东西太多了。哦，对，找到下一层。不动了，求减15%，那么算。最后一层就这样子而已。那么小不隆咚。太小不隆咚了吧？嗯。你好啊。
你好。开着传送门，很高兴见到你。东西太多了。咦，奇怪，我地图都绕完了，那到底是要怎么过去啊？那位女伯爵曾经历上百名年轻处女的鲜血入狱。我的侠盗斥候刚刚回报，有个令人憎恨的威胁在修道院的墓园里。显然安达利尔不会满足于控制活人，血压是我们在崔斯特姆对抗迪亚布罗的一名精英，也是首批被安达利尔腐化的人。你可以在修道院的墓园找到他，他正把我们的死者复生成僵尸。我们不能容忍这种。修道院墓园在哪里？黑暗森林又在哪里？还是说试玩版其实就让你玩到这里了？好像也是蛮合理的。那可不可以加别人的场？不知道是不是自由参加？概念。没人啊，
好了，就先这样子吧，大概就这些内容。